由于昨天的早餐吃得我吐血，今天泡一杯早餐粉，这个应该不贵，几毛钱。昨天这个手就被压了好几次。今天要小心一点，我这里直接差点压出一个泡来。排队做个核酸。昨天早上没吃完的，剩一又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，看看今天中午吃什么。中午吃什么？好不容易看到几块肉，全部都是肥的。我打的那个配件做完了，现在坐在这里发呆。主管说让我去清理货架，清理完了。没啥事儿，等我那个配件来了继续打。好尴尬呀，坐在这里左顾右盼的。没事的时候看一下对面的同事，打这个手柄也挺解压的。吃个炒粉，这边的粉还挺便宜的，5块钱哦。就门口有一个插座，然后这里一个插座，我是充电的，不好充。买一个这个插排过来，方便。网上买的，因为这附近不知道哪里，附近不知道哪里一个商店了。我已经，哦，小的。新买了一个掌上头，插不进去。OK， 有电了。我买这个的话，这个空调这个插座插不进去。是啊，这个插座好大，比我买这个好些。慢点，来去加班了，我今天。本来准备让朋友过来接我。因为就第二天加了班，这两天没加班，所以今天要加班。和螃蟹走了一半又回去了，忘了带水了，水拿过去。下班。